你们两个就现在是两个四分，中间一个两分，啥意思？你要淘汰我们是吗？不敢不敢，哥，我走了，离职了。那我走，你该这样。对，我们的这个抢答时间都是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先别抖啊，等我说开始五四三二一才开始小碎步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来，准备三二一。哎，这个。不是，他俩是不一对的。哎，他拿两瓶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这正品你看啊，你们这不是赖皮吗？这怎么有两瓶啊？这个我就想要个公平，我就想要一次机会啊。等会儿我们有切 logo 这个事，对不对？所以洪明浩抢可以可以，我觉得这没毛病。不管在这种赛场上还是在篮球赛场，兵不厌诈，这没毛病。我干。你说两瓶我都让抢，他不给。但我觉得这个要不我们三个合力完成吧。没事，你既然抢到了，对对对，不是主要因为我不会唱。你把这首歌答对，然后呢，我就把马勇封杀了。可以可以，他不会我唱。那哦好嘞，对我说合力完成吗？伤不起呀，伤不起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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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了，那可以了，耶、yeah。